大功告成，许哥，拜托了，请麻烦你告诉一下汪主任，我们希望用最快的时间，用最好的纸，你就把这任务交给我吧。我都已经跟汪主任说好了，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 辛苦了，走啊！安哥，老爷子多年的心愿快要实现了，不管他以后认不认你，我想你都问心无愧了。 大步步在天山南北桥下，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，深情的马头琴回荡在内蒙草原上。汪主任。 咱们可是多年的朋友啊！你是答应过我给老爷子留着的。我是给你留着了，可谁知道社里突然接了一个精准扶贫的成果推广项目，就把所有的书号用完了。这又是一个政治任务，你说我也不能拦着呀。不是，那老爷子回去路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再等一等，咱们社呢向出版署申请了一批新的书号，再过十几天就下来了。 你这老爷子挡不了，汪主任，你想一想，如果这本回忆录不能在生前出版的话，那他就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哎呀，军哥呀，军哥，你也知道我是无能为力呀。我求求你了啊！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，你再想想办法。 要不这样吧，你找社长谈谈。那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哎，走吧。行吧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奶奶，各项指标都已经正常了，再过一天您就可以出院了。哎呀，谢谢。 哎呀啊！对不起，姑奶奶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看，
您的身体素质啊，还是真的挺好的。这刚养了几天，就已经好利索了，快！咱马上就能出院了。可不是吗？这心情好啊，就好得快。亏了你们啊，给地瓜解决了上学问题，我这心情一愉快啊，就恢复得快。姑奶奶，求您个事儿行不行啊？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家老许呀。 早就想过来看您，都偷偷的来了好几次了。可是啊，他不敢进来，怕惹您不高兴。今天他又来了，您看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，让他进来看看您啊？哎呀，咱们这都成好姐妹了，来了就来了呗，让他进来吧，让人在外边待着干嘛？真的，真的。那我让他进来了。那您等着啊。哎，老许。哎呀。 姑奶奶，这是我们老许。姑奶奶啊，我来看看你，好点了吧？好多了。哎呀，好点就行。就不用讲客气了，我跟你媳妇啊，现在就像亲人一样了。那就好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那往后我就。 叫你老姐姐吧，行，孩子，地瓜，不能这样对许爷爷，不能这样没有礼貌。哎，老许，办完了吗？哦，刚才我上来之前都结清了。老姐姐，我们呢已经把您的住院费啊都结清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哎呦，这要谢谢你们了，谢谢您。 以为你交了钱，我就原谅你吗？地瓜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知道吧？咱们呢，亏了这个你许爷爷和吴奶奶，要不是他们，你哪有学上啊？孩子，听话啊！坐下，小姑娘，来来来，跟你哥啊。 西瓜，这个书包，许爷爷送给你，啊，记住了，到了学校要听老师的话，啊，好好学习，哎，这个争取取得这个好的成绩啊。你背上，背上，我干。 哎，挺好，挺好啊！许爷，那个那天我拿办公室说你，是我不对，您能不能原谅我？哎呀，李光，许爷爷早就原谅你了，啊，没事儿，啊。哎，许爷爷还是那句话。 啊！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。等你爸出来以后，你们父子就能够团聚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不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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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军哥？出什么岔了？还电话里不能说？楠楠，王主任说。 书号没了，我都找到出版社社长了，可是他说要等。要等多久啊？下一批可用的书号，大概要半个月以后。半个月之后？啊，再加上印刷和装订成册，这不等到下个月去了吗？可不是嘛。关键是，我们就是选择其他地方的出版社，恐怕。 比这个还要慢。就是不知道老爷子还能不能坚持到那么久啊。是啊。
就这样，大家讲两句吧。哎呦！来，姐妹们，市委王书记来看望我们了。好，好，各位老年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辛苦了。你们在知天命之年、耳顺之年、耄耋之年，还在努力的排练，我看到以后啊，非常的感动。你们给老年朋友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。今年的重阳节，市里啊，准备在人民公园举办一个大型的文艺活动，你们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，希望你们焕发出光和热。谢谢。王书记，我们的汇报演出大致就是这些内容，你看还有什么指示？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，很充分，我就不啰嗦了，送你们四个字：精彩，节约。谢谢书记。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王书记该走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会议。哦，王书记，我有件事想向你汇报一下。哦，什么事？您说。你还记得那个见义勇为的安国庆吗？我记得。他的老父亲啊，是一位抗日老将军，今年已经80多了。他在他儿子的帮助下写了一部回忆录，已经送到出版社去了。哦，老将军的回忆录里面的内容很珍贵啊。对呀、啊。可是那位老父亲身体不太好，大夫已经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单了，可能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但我们又特别希望他能看到这部回忆录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出版社的书号都用完了，要再等下一波得2个星期左右。我们就怕那会儿，老父亲他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哦，是这样。我打个电话，歇他一下看。哎，韩哥。桂荣。老爷子的事妥了。
收到个三五封信。哦。嗯，所以每收到一封，我就反反复复的看，哎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就好像他就在我跟前儿，跟我说着话。嗯，还有这个，啊，小鱼啊，嗯，这是什么呀，爷爷？这给你吧。喂，喂，我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快过来一下吧！我本来是带爷爷回家拿点东西，结果爷爷说他不想回乐园了，他就想在家里住。哦，哦，知道了，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去睡吧，没关系，他这是过去的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，在坑道里头坐着就睡着了，你现在要动他反而会醒。哎，菲儿，你怎么把爷爷带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安博，在乐园的时候爷爷就缠着我说他想回来取一个东西，我就把他带回来了，结果哪知道爷爷一回来他不想走了。那就让他在这儿吧，他在这儿习惯，我们可以过来照顾他。对啊，这房子还是过去的框架，就重新装修了一下，估计这是干休所给弄的。哟，这么多老照片。添了台冰箱，这是我过去罚站的地方。看来啊，家教还是挺严的。
我们家教研有什么用啊？不还是除了他眼中的逆子啊？阿嬷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！爷爷说不让碰那盒子。 写的吧？对啊，我一直以为他没收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从来没给我回过信。哎，阿嬷，你看，爷爷他给你回信了，这都是他给你写的呢。 怎么没寄出去呢？国庆五二。 自从和你断绝了关系，我心里就像被割掉了一块肉，滴着血，天天的，一刻也不能平静。思来想去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做人失败。爸爸。 我在山下村插队的每一天，都在想念你和你的教导，反思着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你是对的，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应该受到惩罚。可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 我时时刻刻都想回到家里，回到你的身边。国庆五二，我也想让你回到家里，回到我身边。可我现在不能和你相见，你必须在广阔天地里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。 虽然我很想原谅你，但想到在九泉之下的怨恨，我的心里就不能平静。我知道，血浓于水，但我更知道情浓于血，发大于情。思念，思念，你我只有无尽的思念。 是我，我们是人民医院的，安淑恒呢，情况有点危险，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桂如，桂如，怎么样？老爷子再次从远方回来了，不过病情很严重。
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他还能坚持多久？不好说，随时都有危险。明白了。看来要催一下《回忆录》出版的速度了。王主任，我是安国清，我父亲又进了急救室了。医生说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。您能不能跟领导再去好好的沟通一下？那本会议录得赶紧出来呀、啊，我得让我父亲走之前能够看到这本书。好，我一定抓紧。拜托了，谢谢你。说下就下了，我回头再说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来了。老爷子已经走了，请节哀顺变。啊！你还没有认真的看过这本书，你看这上面写的，你看，1949年4月，我随大军渡过长江，打进总统府。你再看这儿。松骨峰战役，我们无愧于万岁军的称号。
安子，别再难过了，啊！人都有这么一回，谁也扭转不了，节哀顺变吧。国庆，别太难过了，啊！ 你呀，也别总觉着，啊，对不住老人。别那么想。当年你做那些事儿，那是什么年代？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呀。你能怎么样？别人又能怎么样？ 别想了，毕竟啊，是父子，我相信老父亲他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你看看你现在做的那些事儿啊，又是这个搞慈善，啊，又是为大伙儿服务。我跟你说，国庆啊，人在做天在看啊，你做的这些事儿啊，我相信。 老爷子在上天，都能看得到。是吧？我去忙大内会。菲儿，你也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他。阿姨，要不我留下来一起照顾安博吧？你晚上还要上班，快去休息啊。那好吧。行，那我去厨房做点吃的。 你说这韩阿姨她陪着安博，她也不吃不喝的，她为什么非要留下来啊？对我不放心啊？你这么冰雪聪明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看出什么呀？你没看出来，韩阿姨想跟安博和好吗？啥？不是，这安博不是把韩阿姨给抛弃了吗？那又怎么样？ 毕竟是初恋呢，很难忘记的。哦，原来这样。我是说呢。所以啊，咱们以后得学精一点，啊，别挡了韩阿姨的道。我才不会挡她道呢。这安博一个人也挺孤单的，这有一个人作伴有多好呀！哎，不是，你说安博他能接受吗？ 这不会是韩阿姨自作多情吧？我觉得安博还是有点犹豫。犹豫啥呀？毕竟这么多年都不在一起了，要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话，肯定需要磨合一段时间的，对吧？哦，那倒也是啊。哎，曹哥，嗯，那个你今天多做点菜。
我一定抓紧。那做点那个安博跟韩阿姨喜欢吃的，你说他们俩这不吃不喝的身子骨肯定抵不住啊！我跟你说，咱俩想到一块儿了。走，先把菜拿进去啊！来，先拿这个吧。这边坐。啊。 受累了。